点点，你晚上还没吃饭呢啊，下来吃饭来，下来，啊，吃饭吧。干啥呀？不吃饭啊？啊？看着饭我没有胃口。咋的啦？你肚子不舒服啊？是的，肚肚难受。啊，肚子难受啊？你肚子难受，咱们明天上医院看看吧啊，扎一针就好了啊。嗯，我不打针。干啥去啊？啊，你想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胃肠就好了是吗？啊，那好吧，给你吃点啊。给毛孩子买益生菌，一定要记得给毛孩子买这种含有布拉迪奈维酸的才有效果。它一盒十包，才9.9块，独立的包装，适口性非常好，直接吃拌狗粮，宝贝都爱吃。它里面有6种活性益生菌，像毛孩子吐黄水、吐白沫、拉稀、呕吐都可以用它哦。如果毛孩子生病了，你再来买就来不及喽。趁现在还有活动，买2盒发3盒，快给宝贝备上吧。